的小贝萨能有散客车你怎么现在上海烤生蚝环球港。昨天晚上吃了一个韩餐，花了600-700吧，没吃饱。我这个人在上海想要吃饱只能吃自助餐了，今天去吃一个上海好评最高最高最高的一个自助餐。我太喜欢这种装修风格了，好看好看，有点像在澳门的时候那个威尼斯人的感觉。就是在家一口爆福，这边有配料可以看一下。哦好，香料18克，18克都装，装回本了。我们要那个最贵的有吗？啊，问一下问一下。三位吗？啊，三位还没有了，几位有？只还给两位，又来两个，他能再点一个别的吗？嗯，你是一桌只能统一一个价，没事，我们就按3位259的算。那就吃亏了。我没事，吃亏是福。我不吃亏，我把你们两个人的钱都能吃回来。我跟你们说，一会儿这些全来一遍。那个哈利波特那个里边是多少？94/3。Can you tell me where I might find platform 9¾? 9¾? Think you're being funny, do you? 哦，鸡蛋这个是91/2。不是49下吗？你那是打蛋器。我买了个新相机，索尼的 ZV-E。为了见你，我专门买的。这对焦贼快，这个相机。不是91/2下，是12/2。打了25下，这是92/1，但是我们具体标准都是自己来搞是吧？那边青葱有忌口的吗？葱没有忌口，有生蒜吗？生蒜的话没有。我这顿完了。哎，这鹅肝这一煎好好看呀、啊，晶莹剔透的，水滋滋油哦。就是259的套餐，其实区别就是你现在在料理的这两个东西，对吧？啊，哦，要裹着吗？你要裹着。它当地里面稍微裹着，看起来会更加香一点。哦。嗯，鹅肝这个口感贼绵，火焰牛舌。嗯，咱牛舌平时都吃片儿的，片儿的，吃块的好吃。反正真正在吃一整个舌头。这是甜虾吗？对，是甜虾。那个甜虾的。法式香煎小羊排。嗯，不的。嗯。烫的饭。我们要点肉了，那个 M8 和 M6 先各来5个，别人畅吃，嗯，一份的肉，3份，然后这5个畅吃是各3份，我们先吃肉，一会儿再来一轮海鲜，再另一个，你不吃吗？一个都不吃，我的存在就是找补你这种人的损失的。好不过一会儿那个有虾的呀，点的那个冰盘里边，水蟹好嘞，吃个腿儿。哦，我好着急，我不想吃蟹了，我想吃。我好难，太厚了吧？我要吃肉了，我要吃肉了，就肉一变色就了。嗯，先这个，你也太神仙了吧？嗯 ，M6 先吃 M6， 再吃 M8。M8 的这个成色就比 M6 要更细致一些，这个脂肪的分布。是啊，后面直接。M8 直接是滑进去了，收走了我8个盘子，你帮我记个数。咱们再点个 M8 吧。M8 最好吃，你们可能没吃几口就被我吃了，吃饱了。我还没开始呢，你再要10份吧，局长不太好意思。嗯，雪花猪肉，看一下雪花猪肉，会比牛肉偏白一些，硬一些。第一次吃雪花猪肉，你这个听不到。我觉得 M6 有点香味有点粗，还是 M8 好吃。先
为更细腻，脂肪更多。喝个星巴克。又来了一份，十份的。M8，头发一扎，有我没他。我来了。来，我拿这个。这个太美了，我感觉这个就像咱们最早吃那涮肉，七秒鱼。对，谢谢。我们 M8应该是吃了15份的，25份。对。这个对我来说太值了。太美了，下次来上海吃那个360块钱的蟹黄面。你吃了一个那个蟹家大院吗？对，六只公蟹，六只母蟹的蟹黄、蟹籽、蟹肉，这一片儿。你是一片片剩的。你那个对我来说已经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了。我说你们到北方会不会抢不上饭吃？咱们爸，我想再加十份。咱们还有鲍鱼是吧？海鲜都没吃呢，连上桌的机会都没有。我们想加甜品，一样来3个。好的，谢谢。10只鲍鱼，其实鲍鱼是畅吃的。鲍鱼小，都快成年了，恋爱都没谈过就被煮了。居然没有那些什么饭啊面啊啥的，来这都是来吃肉的，是吧？噔噔，冰淇淋来了，一样来了一个，抹茶的、榴莲的、少了巧克力的、咸蛋黄的，今年咸蛋黄味道是最火。肉贼好吃，冰淇淋肉贼好吃，很浓郁。甜点太可爱了，它这个老鼠，那不是兔吗？它是鼠，到底是啥？今年鼠年呀，好好吃啊！这个小老鼠，给大伙儿表演一个一口一个小老鼠。啥味儿的？芒果味儿。芒果味儿。糯糯唧唧的。里面是草莓馅的，咸。你一拿过来，它立马就对焦，然后你背景是快了，人快的。贼快，就是贼顺滑。对个焦，这个对焦太好用。焦糖布丁，那上面这一层焦糖，效果是不是很好？看着贼诱人哦，颜色也贼好。我可太喜欢这个机子了。布丁也贼好吃。哈哈，又一次电池录没电了。每次录自助的时候都要没电。吃个小兔子吧，既然你们不吃，咱们不要浪费。芒果味。草莓大福，吃饱了没？被节省吃饭，一次把你省到撑。我们吃了多少盘？29盘，30盘。赠一个 QQ 的旺仔牛来。